安装买 Viewport 的 Companion， 来，老师看一下这个地方哈。在你的 Google Play 呢，如果你觉得每次启动这个要登录，其实有点麻烦呢。这边有个 QR code， 这边有个 QR code 啊、哦，那你可以使用手机去下载这个 App 啊、哦，这个。这装起来以后呢，下次呢，你只要启动 My Viewport， 然后开启这个 App， 用 QR code 照一下就登录进去了，照这里它就登录进去，就不用自己打。这个那就比较方便一些些啦，那比较方便。他说是为了什么资讯安全的考量呢、啊？他如果你30分钟没有使用的话，他就把你登出了，他都不希望你的账号留在这个地方哈。那你可以拿着手机，把在手机装 My Viewport Companion， 下次要去装的再点起来 QR code 扫一下就可以登录，这样就比较方便啊。这个地方登录在这里。我现在没有登录，其实这些功能我也可以画哦。不过有些像云端硬碟这些有些东西它就没有了。你看见吗？我们在登录状态，这些功能都有啊。你没有登录状态，你这边只剩便条纸跟工具，其他那些什么 YouTube， 其他通通都没有了。所以没有登录也可以使用，这些笔基本上这边都正常，一样都可以画，可以画重点。啊，这边一样可以回到 Windows 都可以使用。那有登录就可以使用云端硬碟的功能，这个影响最多就在这里。你有看吗？早上我们在教学的时候这么一道题，我现在是没有登录状态哦。哦，所以没有登录状态，你也可以使用 My Viewport。也许你在教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可能他记录账号没有，对孩子讲太难了，那算了，我们这地方我们就不提了。我带孩子，你可以教他操作这个，就不要管账号密码的事情。OK 吗？哦，在这里要登录账号这个地方，登录账号完才能够使用它全部的功能。